張相先。中間中間，我哋嘅攝影師，哇，估唔到呢個人幾和諧喎，問下你哋點樣 ？OK， 中間你睇唔到，我哋望望左手面嘅攝影師啦，請望左手面位置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咧，我哋就台上面呢一度熄燈係有原因嘅，因為教個 time 啊。5分鐘咧就會熄燈，而家我哋仲有咧4分鐘都唔夠啦，就會踏入2019年噶啦。大家準備好未啊 ？OK， 嗱，台上面咧我哋有咁多嘉賓喺度，咁啊喺度我都想請佢哋同大家講下啦。你哋嘅願望，新年願望，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？嗱，有啲唔講，佢哋個個都即刻偷笑，係咪又話咁呢個 MC 咁嘅問你新年願望嚟啦？冇錯，佢一個願望啦，係啦，一啲可以同大家分享嘅，唔同大家分享，你自己收埋先。我呢邊佢隻眼都受上天花板，我諗佢未達到喎。我嘅新年願望就係希望全世界嘅人都開開心心。嗯，好，好簡單。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Ashley， 你嘅新年願望咧？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，因為我覺得健康係好重要嘅。冇錯，健康同埋快樂。Phoebe， 我都希望大家都開心啦，身體健康啦，同埋就希望我努力生一個平平安安嘅小朋友。耶！希望世界和平啦，同埋今年出世嘅小朋友個都係健康可愛。冇錯，好，收尾。因為近排做 gym 啦，even 係身體堅持啊嘛，因為你揾到啲嘢係你好中意做嘅咧。好啊，咁啊，大家啲胸肌啊、胸肌啊，全部湧曬出嚟咁樣啦，阿明。最簡單啦，都係身體健康啦，一家人齊齊整整。係 ，thank you，Step。我就希望除咗一家人齊齊整整之外咧，成家狗都齊齊整整。係，冇錯。成狗。小動物都好緊要嘅，其實。都係開心心、身體健康、簡簡單單咁啊，最開心。好，三分曬，咁啊，我最簡單，大家都心想事成，個個都願望成真，最緊要啦。距離我哋2019年即係剩翻分零鐘嘅時間，即係喺呢個時候咧，不如請工作人員幫我哋將啲禮物帶埋上嚟台上面，交俾我哋嘅嘉賓先。跟住落嚟仲有分半鐘就會正式踏入2019年啦。當然希望大家2018年所有值得珍貴珍重的事情全部都可以一路 keep 住好內心裏面，然後2019年迎接更好。前面望下手機，見到神仙再一分鐘啫，仲有一分鐘就到手啦。嗱，尤其是今日喺現場呢一度，我哋 MCB 好正，因為一個好甜蜜嘅氣氛。我想邀請在場嘅大家，你哋都可以攬住你哋嘅另一半，攬住你哋成家人一齊踏入新嘅一年。好緊張，我想今日咧，我哋由20秒開始倒數喎，我哋台上面咁多位嘉賓，一齊再40秒，我哋就會踏入新嘅一年。有所有朋友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前面嘅準備好未啊？30秒，未到噃，好快啦，好快啦，好快啦！好啦，我哋預備，大家一齊由20秒開始，20、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。
住我哋其實咧，樓上好多觀眾一路好支持我哋，因為我哋望住正前方嘅位置，但係望樓上嘅。我等上面嘅朋友咧，大家都可以多幾張靚相好嗎？好，嗱，大家把握呢個機會啦！我哋今日喺現場邊度好開心，可以同大家一齊迎接新嘅一年。Thank you, Billy.